台北跨年大出包，周汤豪耳麦出状况，被迫重来台北市政府跨年演唱会。周汤豪。记者王文林社记者徐玉文，台北报道。2020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经31日举行，轮到周汤豪演出时，音响突然出问题，音乐断断续续。周汤豪一直压耳麦，完全无法唱歌，让观众网友全傻眼。不过周汤豪临危不乱，马上喊话台下观众：台北的朋友你们好吗？随后重来一次，化险为夷。工作人员帮周汤豪又调整耳麦。记者王文林社，周汤豪演唱组曲 I Go All These Girls 时，整段音乐断断续续，有时还听不到，但他马上说，虽然音响出了一点问题，但我们可以再一次。然而之后耳麦似乎又出现状况，直到工作人员为他处理后，下一首歌帅到分手才恢复正常。不少网友夸赞周汤豪台风稳健，唱现场功力十足。已经加好友了，谢谢，欢迎加入自由娱乐，按个赞，心情好，已经按赞了，谢谢。